嗨，小婊子们掰着手脚算算，今天六号了耶，离双十一月来月近。放眼望去，某宝满天飞的预售价定金翻倍，领券立减，看得我脑壳都疼，恨不得拉住数学老师一起备战。作为美妆圈宠粉第一人的兔兔，也准备了史上最放心病狂的双十一福利，实实在在的降价秒杀抽奖满减活动，优惠力度绝对不输某宝，就想帮你省钱。下面跟我一起大声读三遍活动规则。这次我们一共准备了五种不同类型的优惠券。首先是双十一十元膨胀券，每天12点准时开抢一元抢，以及四种全场通用券，五元无门，见十元买138可用，15元买199可用，25元买299可用，点击下图即可进入抢券。简单来说就是多买多省钱，使用时间11点用 11.13 全场通用，部分商品不可用。另外兔兔给大家精心挑选出三件超值优惠单品，全都是人气蹲货王，包你满意。同样可以使用优惠券购买哦，原价55双十一价49，这货来自奢侈品盛产大国意大利，对我们来说很小众，但它可是陪伴了几代意大利人的百年老品牌，乐在意几乎人手一瓶的程度，术业有专攻。品牌从创始到现在只推出了四款产品，都是和玫瑰有关。这款玫瑰水就是镇店之宝了，主打补水保湿、亮肤修复、细致毛孔、抗老防皱，无酒精、无色素，没有人工合成，属于那种温和修复、补水强悍的产品。敏感皮们可以安心用，倒出来是透明的水状质地，闻起来是非常治愈的玫瑰花香。完全吸收之后无比清爽，局部湿敷对痘肌非常友好奏效，也可以倒在喷雾器里，随时随地为肌肤补水热带降温。它的核心成分就是下面三种玫瑰提花取物，很多我们熟悉的中高端产品中都含有突厥蔷薇提取物，例如兰蔻的新奇迹真白粉底液、 CPB 透白精华液、朱莉口花水也添加了洋蔷薇花提取物，玫瑰中富含维生素，多种醇类具有延缓衰老、改善红血丝、保湿和调理的作用，还可以用作洗脸后的二次清洁，带走皮肤表面及毛孔的污物，细致毛孔，提亮肤色，一水多用，安抚各种皮肤小情绪，即使补水效果贼惊人。好青年标的张艺兴都是他的真爱粉啊，或者用喷雾瓶分装，感觉干燥就拿出来喷一喷，是暴晒后和换季期必备的镇定小能手，用来敷眼睛缓解疲劳也不错哦，还能改善黑眼圈，最关键的是男女通吃，当需后水镇静又爽肤，终于不用再为给男人们买什么发愁了。300毫升大瓶装，任性用不心疼，我最喜欢的方法就是湿敷15分钟拿下来，脸部能明显感觉亮了，原价89双十一价55，这两年特别流行这种香氛和沐浴露结合的产品，感觉洗个澡就能省下一笔香水钱，尤其是这瓶跟祖马龙香水一个味道的沐浴露最近真的超火，抖音和小红书上的随处可见它的身影。它高纯度提取了27种天然植物萃取，能够给肌肤快速补充水分，并且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屏障，立马改善瘙痒干裂的问题，绝对是干皮秋冬的续命神器。纯植物配方 pH 值也最有人体接近原料，更是达到食品级标准，小孩、孕妇、敏感肌都可以放心用。市面上大部分沐浴露都是添加了皂基的，虽然能清洗得更干净，但是它也破坏皮肤油脂，造成皮肤干燥燥痒，而这款添加了更加昂贵的植物氨基酸，这种氨基酸通常被用在高端化妆品中，超温和是不会破坏皮肤表面的天然保护膜的，还有像普通沐浴露也总给人一种洗不干净的感觉，就是通常说的假滑，这是添加硅的原因，它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膜洗不掉，所以皮肤才会闷痘发炎，有些人还因为假滑现象就改用香皂，但香皂对皮肤的破坏力更强，而这个沐浴露因为没有任何有害添加剂，所以用水一冲就没有了，不会有任何假滑，
更不会有黏腻感。它有两款，分别是蓝风铃香型和小苍兰香型。要说最抢手的就是蓝风铃，这款的男女都爱。这款是风铃草和茉莉混合的味道，充满清甜的气息，感觉像初恋中的味道。而小苍兰香型就给人一种木质香的味道，很多男生会比较偏爱这款，同时也适合干练的酷一点偏中性的妹子。挤出来制的是淡黄色的啫喱状，基本上按一下就可以用全身了。关键是泡沫真的超丰富，随便戳一戳就有超级多的泡沫，让人有一种莫名的舒适感。洗完之后皮肤也不紧绷，泡沫也很容易就一下子就清洗干净了，而且皮肤还不会干燥的起皮，润肤效果可以说是相当给力。半懒不擦身体乳也不觉得干燥紧绷，第一次用的时候看到这么多泡泡就往脸上抹了抹，洗完澡后脸上完全不干，不会紧绷，也没有发红，真的超乎预料。之后我才听同事说，抹它确实可以洗脸，关键它不仅能洁面，还能当卸妆产品来用，那些什么唇釉、睫毛膏、眼线笔都能卸得很干净，真的太万能了。特别适合懒人，瓶子是塑料的，但看起来很有质感，简单又不失好看，放在浴室里都能成为一种装饰。总之我个人就比较喜欢简单的，这样看起来会比较舒服。500毫升的超大容量，用半年不成问题。关键祖马龙香水最小的都要300-400块钱，这瓶沐浴露连它三分，你的价格都不到，香味却和它一模一样，可以说是相当划算了。每次用它洗完澡，仿佛一天疲惫瞬间被赶走，全身心都得到了放松。原价75双11价55单支麦迪安，是爱茉莉旗下专业的口腔护理品牌。这款牙膏经过韩国临床试验证明，去除牙渍牙石的效果比同类型牙膏高出 93%。其实它在韩国已经火了好多年了，可以说家喻户晓，宋仲基和朴信惠都有代言过。当年匹诺曹热播的时候，这款牙膏也是一夜间被大家抢断了货。麦迪安药膏含有韩国专利成分 TSPP， 在牙垢牙石还没有形成前就抑制住，还有维生素 E、 二氧化硅、氟化物等成分，能够轻松温和的去除牙石。牙垢一共有三款，不容功效，不同口味，但味道都十分耐撕，能很好的抑制口腔细菌滋生，防止口臭。蓝色柠檬薄荷味道主打去牙石牙垢，像长期抽烟的人牙缝都是黑乎乎的。这款牙膏只要坚持用半个月，就能看到明显的变白，连牙缝也十分干净，比洗牙省钱多了好吗？银色清新薄荷主打美白，简直是黄黑牙亲妈，非常适合平时经常喝咖啡或喝茶的人。它比蓝色款的更清凉一些，我自己用的就是这款。我还不到一个月，我妈就发现我最近牙齿白了很多，每天追着问到底用了什么好东西。红色是三款里面最清凉的，强劲薄荷味，想要深层护理去除口气的就选这个，抑菌效果极其强大，丰富的氧化物成分可以维持口腔里面温和的中性环境，有效减少蛀牙，还能保护牙龈不受食物带来的刺激。一般的牙膏对于口臭的缓解最多也就半小时而已，但麦迪安这款好多妹子都反馈用完一整天口气都超级清新，跟别人说话再也不用捂着嘴巴了。白色的膏体质的十分柔软，用手指揉搓还能摸到很多细小的颗粒，刷起来泡沫非常的细腻丰富。它还是食品级配方，六岁以上的小孩也可以用哦。以前我经常牙龈出血，自在换上麦迪安以后很少再出现这样的问题，因为它有超强的抗菌抗炎功效，不会刺激到伤口，还能强劲牙龈牙周，对牙齿的自我保护力也能起到很大的提升。给大家提醒一下，这款牙膏本身就是管口没有塑封的，盖子是爱牙式的韩式盖，本身就是防尘的设计。还有虽然这个牙膏的功效很强大，但是长期形成的牙结石和牙垢肯定不能一两天就完全去除掉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耐心坚持使用。图片来源于网络，金山。
除了以上这几件超值大品，兔兔还给大家准备了双十一火拼吧。例如泰国人手艺瓶的清炒刀火拼价只要9.9元。想知道更多火拼好物